来，不会啊，不然就是拿一堆低等的龙族尸体过去嘛。没事，听得懂就听得懂，听不懂就算了。伺服器生成中。啊，你有开地牢吧？啊，不，洞穴吧？有，都有有有，地牢倒是没有了。椅子破洞，我椅子破洞，我的椅子哪里破洞？哎，对，椅子破洞，椅子破洞。你说你背后的椅子吗？就是因为去背了去背我的椅子拿那个绿色衣服套着，所以它整个就完全去背。然后我上面又披着外套，你就看到外套飘起来这样子，这边去背。有，我刚就看到了。好酷啊！EWT 还有其他人吗？当然有了很多人啊，很多人啊，人山人海。可是我们不负责好帮了，别人广告。进来了，可以进来了。我找到那一张那个日本的图，但是我找不到那个中文的关键字是什么。密码一样吗？我要把它丢到街的楼。绿色哇，你衣找服，到了，你好猛我哦！找到了，但是我找不到中文。这是日本那边他们来台湾拍到的，不是？我还是觉得很猛啊！有人讲了关键字"绿色衣服"，为什么你会穿绿色衣服？我所有挂在椅子上，我从来没穿过的啊！哦，有啦，之前穿过一次，就只剩半一颗头在飘啊！来，给你们见识一下这张图。你们想看吗？想看去别人的台？我想看。哇哦，太有劲！这好恶好可心怕哦，很猛哎、欸！我是真的觉得很猛。这个他那个舞台那个效果都不需要买，直接就有了。对啊，哇，你角色也不少哎、欸。战大西，哇，哎，还是这是日本的、啊，我有点忘记了。反正就是某个同人场。进来了，哎、欸，可是东西是不是要重来啊？对，全部重来啦、啊。对啊，还是以为就我开吧、啊。好吧，反正你也都第一次玩嘛，你是刚刚上个也是第一次玩，你又没差，可是刚刚可以耍废啊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换你无聊，今天不能耍废嘞。反正你也可以耍废啊。哦，你本来也是可以耍废啊。哎、欸，我有两个黄金啊，我抽枪。你知道那个进入社会第一件要学会的工作技能就是？装忙，在公司装忙真的很重要啊！我找到 Chester 了，真的，因为要不然老板会觉得你太闲，他就会一直把东西塞到你身上，然后当你的东西全部要一起忙的时候，哦，你真的会死掉。所以你东西就算很快做完，你也要装忙。装忙，这是真的，真的出社会做就低阶的东西。虽然这个不是很道德啦，不过真的就是社会现实面是这样，没错。没办法，因为老板会觉得你在。当薪水小偷，太休息了，然后就哎越来越多东西，嗯，而且哎你现在很闲，那你来帮忙做这个，哎、嗯、之前不是你做这个吗？那你要做这个啦、啊，然后就再也没有人会帮你，那些东西就一直在你身上，那些东西、欸、你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。哎、欸欸，那所以我算是很就是很幸运的，就是我之前有出去工作的时候啊，其实就比较不会遇到这种老板，所以我真的很幸运哎、欸。可能是因为你会待的时间 不会到很长，你这个要到时间、哦哦哦。我跟你讲，你知道我超那个的，我去那个公司，我就他们不是规定说就是要就是排班嘛，我就直接跟他讲，我只能排最低速的，然后他问我说你可不可以在家？不行，我没空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丢到你身上，你以后不会接下来啊。对啊，而且你这样讲的话，代表 你没有培养的价值。对啊，对，哎、欸，没有，我那个时候要走，他从12月留到我过年。哎、欸，今天是 DC 怪怪的，一直断麦，还是我这边网络问题？我觉得一直有人是有一点怪怪的。对，可能 DC 要换个伺服器吧。嗯，我很霸气的，好不好？在这方面，现在谁换谁换，换了吗？还没吧，我还没。那我换新加坡。喂喂喂喂，巴巴拉嘎巴。哎，新加坡了，试看看。我来到新加坡了，欢迎来到新加坡。新加坡，我现在在想我要选什么角色。不用随便选啊。你们都已经进去了。
对啊，这才自愿啊，满地胡萝卜。你没有那个兔子的角色，他有没有走比较快的角色啊？我跟你讲，都很快，不要选那个异色的妹，现在就只有玩基本角色。哦，你说不要选哪一个？你选下面一点的角色就对了。什么像什么是吃力可的料理会升级啊？雷骨哦，你玩雷骨，雷骨他是他要吃一个人做的料理，他才会变强。啊，那个喂喂喂那只角色没有人玩。哦，好。好，那我要选什么？变啊，要选什么？温蒂吗？喂，网络问题是不是？喂，什么？我完全都听不到你们讲话。我想说你们说什么，然后就没声音了。我换香港，换香港，要到香港喽！香港，香港，来到香港喽！哦、yeah ，我们来到香港，关高现在就在你们右手边。那个团团，你没有开麦啊、哦？他刚刚一直自言自语啊。团团没开麦，我看他是麦是关的啊。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跟谁玩这边写的啊？雅斯娜好用吗？没有。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没用过。不知道。哎、欸，你们谁把我权限调到说我只能按键发号啊？你们谁啦？哈沒？没动哦。这能动吗？能动这个？这个也太好笑了。我想说，草草你怎么准备开麦、啊？难怪我讲话你们都不理我，你知道吗？按键发号、啊、为什么？哎，我选那只狼好了啦，完全不知道选什么。我就看团团一直关着麦，好像你在讲。真的，你们到底动到什么啊？太搞笑了！我只是调伺服器的那个地区啊。我刚刚在捡物资，所以我根本没有移过去看。我的手一直都在游戏上。哎，我的角色可以证明，我刚才在跑来跑去。所以我们到底要去哪里？我们现 在香港啦、啊。我是说我们要在哪里定居？还没啊，现在都应该现在只是大家在捡东西而已吧。都现在捡物资，啊不是要晚上了，你就先做一个火把就好了。好啊、哦，哎、欸，火把要用什么拿做、啊？用手哦，用手做。我决定跟着一个人走，我看到哈基了，所以我跟着他走、欸。你跟他走没用，他晚上不怕黑，他不怕黑。哦，哈基哦，而且为什么我这只角色走这么慢呢、啊？那一只好像升级是不是啊？一只狗狗。哦，你怎么会玩到那只？那只也是很早以前的 mod 哎、欸。哦，因为它在最下面倒数第二个。哦，那你要不要重选？要怎么重选？打井号 restart。井号井，我要怎么打字啊 ？T 哎、欸，不是 enter 哎、欸，不对，Y 吧 ，U 还 Y。Y。然后井号 restart R E S T A R T。不给用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不给用，装才对啊！我有装啊，还是我没开权限？没有吧？有吧？掉了，我死掉了，我应该没打错吧？妈，我死掉了，我死掉了，我死掉了！你又没你是不是夜视啊？啊？夜视不怕黑啊？你也是不怕黑啊？啊，是哦。哇！哎、欸，我有新发现，我有新发现，新发现！我现在发现原来小白会发光哦。会啊。哦、我现在才发现啊！哦，好用！嗯、哦，哇靠，不怕黑的那就不用火把啦。我觉得我会迷路，我还是要跟着人走。你地图没有吗？啊，我就算看着地图，我也可以迷路，我很自豪。挖头捡。好。这个地图好像是一个环形的地图，哎、欸，好爽哦！我不怕黑，爽了哦！你这句话用疑问句，我觉得很奇怪。不要想太多嘛！你知道我很容易想太多。这个人哦，想太多，生活会过得很累。哎、欸，我找到蛛王了，蛛王想太多哦，想把它抱回家是不是。怎么包？你要先做那个、欸，我找到思路了。那个
生存里面的最后一个，三个绳子就可以把它包走了、欸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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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找到机器人了、欸，哇！打吗？打他，可以啊。可是我现在打有点困难，我没有武器。那就做啊。那个不好意思哈，那个你可不可以先调伺服器的帮忙，先把那个权限再打开一下？我真的觉得我按计划好麻烦哦。可是你怎么会？我们没有。我现在完全没有身份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去哪一个房间都是不行。是不是身份被改盗了、啊？我身份我觉得是被改盗了。我应该没有这个权限哎、欸，没有、啊。最初，你可能要打电话给 Jerry 哎、欸，我记得这。等一下，我再看一下哦。因为我记得这是 Jerry 创的嘛。你的身份是时那个啊，跟我们一样啊。时光的跟我们一样。不对啊，你直接去你后面的房门叫 Jerry 过来帮你调。没有没有，我突然看到有个东西跳出来，我按看看会不会有用。搞不好是自己设定的、啊。会不会是调到什么设定？可是不对啊，刚刚团团也在游戏里面，应该没。刚刚吵到也都没动到 DC 啊，太神奇！突然被调到，还是你排斥香港？哦，好、哦，你这样讲，我应该是排斥新加坡吧？是调到新加坡才变这样的。可是你现在来，哎、欸，对，所以你现在来到香港是正常的，一样不正常啊？不正常，那你应该是排斥香港。去过新加坡之后就怪怪的了，就不正常了。哎、欸、呦，猪头哎、欸！有，我按了一个东西啊，等一下看看有没有用吧。嗯，所以你现在是按键发话还是按键发话？好辛苦、欸。所以你现在不能变回来吗？还不行，我按了一个东西，你还在重开的。对、啊，你要不要重开啊？重进 DC 看看。怎么是这样子啊？神秘啊！对啊，而且只有他这样子，这好奇怪啊。对啊，他权限都还在啊。哎呦！被 DC 霸凌。红色的狗跟普通的狗有什么差、啊？哎、欸，会烧。颜色不一样。红狗会烧，死掉会烧。哦。你是看到它趴在地上睡觉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它围着一个火焰棒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又好了、欸。我还不敢靠近，不敢靠近。所以 DC 霸凌人。你接近它没关系，它会，你只要拿起中间的东西，它就会冲过来咬你了。哦，所以你靠近它不会动，打你、啊。它在睡觉。哦。有怪物哦，哪里我要去打。我。这个你要就直接打爆，你要被咬吧？哦，好吧。火魔杖，嗯，我打找到蜂窝区了。为什么这只狼吃东西像是那个碾碎机的声音啊？它真的发出了像机械一样的声音，哎，它是机器狼吧？哎呀，我看到了，我不敢打，我要走了。摸一下嘛，摸看看嘛。那我摸完就走你。啊！虎头蜂。我以为真的去摸了，我以为去摸了，他摸到虎头蜂啊！我没有打他，他自己跑过来，我去找哈记了。不要了，欸、我哎、欸，这是哈记还是雨月、啊？这是我啦，走开啦！哦、是雨月我来了，好好奇哦，好好奇你们两个，我好想观战哦。我在逛街，我在跑图哦。哎，有伞，要不要撑啊？不要。你走开！让我的角色备注是你走开啦。有吗？对啊，你选这只的时候，他说不要靠近我，走开。我们要住哪边比较好、啊？你好吵、喔！走开啦！吵死！去做工具挖矿啦，在那边看，太吵了吧！你们的画面感觉好有趣、啊，我真的是在耍废，真的是哦，坐工具在那边看，我是一个小女孩、欸，你要小女孩去工作，现在两性平等了，猪屋啊，不然贱。在哇！你竟然说我贱呐、啊！我说你真贱。哦，听说你在骂我贱呢、欸。姐，蜘蛛哎、欸，好、啊、大的蜘蛛！啊，不管了，随便放到这里啊，这里就这里。我带我找了一些黄金，大家可以回去了。耶、yeah. 啊！对啊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多挖一点吧。我这里有七颗了。我这里有九颗、啊、哦，够了够了，有九颗，还有、欸、看一下医生，没有九颗，怕，
这石头、這個。哎、欸，你走了、哦？啊，我早就往回走了。你不要往回走，这边还有没挖完的哦。哦，好啦，你挖一挖带回来哈、哦。这个不行啊，这个强迫症不能玩，一直看到都会一直有矿一直挖。你会一直往上挖，挖挖挖挖到很远的地方去哦。对啊，不要再给我看到黄金了。好，没有。这里很多喵花很爱的蜘蛛。我现在不是蜘蛛了，所以我看到它会逃走。不是打掉吗？哈好、哦。哈啊啊啊！所以我们要在门那边住吗？都可以。你盖的人决定。那奇啊，干嘛？那奇，我们去。靠，直接冷。干嘛？冷了。哪里？啊，对哦，这里有虎头蜂，忘记啦。你就一直跑就好了、啊。被追一次啊！我走了。虎头蜂一直跑就好啦。对啊，追不上你。我走错地方了啦！我刚刚绕圈圈。放这里好不好？